欢迎收看新闻快讯。莫斯科消息：乌克兰扎波罗热省由莫斯科指派的官员今天表示，一艘载有七千公吨谷物的商船从俄罗斯占领的博德扬斯克港口驶出，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批乌克兰谷物出口。据报道，扎波罗热省政府首长巴里特斯基在网络平台上表示，经过数月的延误。 第一艘商船载着七千公吨谷物已经离开博德扬斯克港口，正驶向友好国家。他指出，俄国的黑海舰队正在确保这艘商船的航行安全。他并说，博德扬斯克港已经完成排雷。博德扬斯克是位于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省的港口城市。马尼拉消息。 菲律宾新总统小马科斯今天在首都马尼拉正式宣誓就任菲律宾第十七任总统。他在就职讲话中承诺将推动变革、改善民生。宣誓就职仪式当天中午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举行。小马科斯身穿传统民族服装，在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杰斯蒙多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小马科斯随后发表讲话，他感谢民众的支持，呼吁民众保持团结。 承诺将在总统任期内推动变革，致力于改善民生，提高粮食自给率，加快经济复苏，提振国家竞争力。他先前宣布将临时兼任农业部长一职，以着手应对粮食供给的农业现代化等挑战。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长克里夫昨天表示，正调查近一年来近四百起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车祸，以深入了解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带来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规来保护司机、乘客和行人。克里夫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美国没有直接涵盖自动驾驶车辆或具有部分自动化驾驶辅助系统车辆的联邦法规。在制定新的联邦标准之前，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希望更好地了解新技术的运行情况。”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日前公布了2021年7月至2022年5月的相关数据。 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车祸有近四百起。据统计，去年有近四万三千人因车祸丧生，成为十六年以来最高数字。香港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香港，并在高铁西九龙站发表简短讲话。他说：“过去一段时间里，香港经过一次次考验与风雨后浴火重生。”并说：“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根据香港电台转播。 习近平稍早协同夫人彭丽媛抵达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官员在场迎接。习近平抵达后发表了简短讲话。习近平表示，据他上次到香港来已过了五个春秋，这五年他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我的心、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他表示，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经过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 经历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生机。最后他说：“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根据此前港媒报道，习近平于今明两天访问香港，不过他不会在香港过夜，而是每天往返中国深圳。